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蹦妈。今天不做饭，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物。什么好物呢？就是我们家厨房使用率最高的小蓝锅，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呢，咱们粉丝朋友问的比较多。特别是我上一个视频呀，有好多好多的粉丝都在私信我问这个锅的链接和这个价格，信息确实太多了，蹦妈一一回复不过来。所以我今天准备专门做一期视频，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锅的功能和我的这个个人使用感受。好，带大家去看一看。当当当当，就是这口锅，这是一个多功能的料理锅，可以蒸，可以煎，也可以炒，可以煮，是一锅多用的，非常的方便。看这个锅的形状呢，它是一个长方形的锅，它的锅身和这个锅盖都是这种淡蓝色，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，颜值很高。我当时买这个锅呢，首先是被它这个颜色所吸引的，颜色很漂亮。再看它两边的这个手柄，这个手柄是金属质地，非常的结实，是防烫手柄。来，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锅的前面，它这个前面呢有10个可选的菜单，这个是一个按钮，都是可以选择。第一个是火锅键，第二个是烧烤，第三个是披萨，煎蛋，煎鸡蛋我用的比较多。这个是清蒸，还有扒类，这个是做意大利面、铜锣烧。章鱼丸 DIY，它的功能非常的齐全，像这么多功能呢，基本上我们家用都够了。这边是一个开始键，当它选择了，比如你现在做火锅，选择了之后就按这个开始键就可以了。这个平面呢是一个电陶炉的加热盘，一锅多用，不挑锅。你像我们可以直接给这个锅上接上水，可以放到上面去，就直接烧开水了。还可以把炒菜锅放上去炒菜。都行，很方便。有6个盘子，商品自带了3个，有另外3个呢是商家赠送的。这个是一个6连盘，这个6连盘我们家用的最多的，我经常用它来煎鸡蛋，这个也可以做铜锣烧。这是一个蒸屉，蒸屉呢就放到这个深盘里面，接上水，蒸馒头、蒸鱼。这是一个深盘，用这个深盘呢做火锅、吃焖锅。非常方便，像一家四口呢，它这个容量呢也是够了。这是一个平盘，这个平盘呢可以烙饼，也可以做披萨。章鱼小丸子盘，我上次用它做这个饭团没有成功，我下次呢做一次章鱼小丸子。这是一个中间带这个纹理的，它是一个煎肉盘，用它烤肉呀、煎鸡翅呀。用的这款呢，法格的多功能料理锅呢，它最大的优势呢，第一个加热非常的快，5秒速热。比如现在我们要吃火锅，我现在点开始键，它这个加热盘迅速加热了，非常快，这时候已经烫手了。第二个就是它是电子智能控温的，就比如我煎个鸡蛋，把这个煎蛋盘放上去。我们选择煎蛋按钮，按开始。它这个你把鸡蛋打进去之后呢，就不用管了，它是不会糊的，因为它是电子智能控温的。当然，这个温度的可以也是可以自行调节火力大小的，不像别的锅，它只有高中低三个档。它现在是1000，我调小一点，600、400，这个都是你可以自行选的。第三点就是少油烟，不粘锅。比如我把这个锅放上去，用它来炒菜，一点都不会粘锅的。这个锅呢，最后一个优势呢，就是对于我要早起做早餐的人说呢，这个功能真的是太棒了，它是可以预约的。比如现在是晚上，我明天早晨我想起来吃上现成的包子和鸡蛋，我把水倒进去，放上蒸屉，把鸡蛋。和馒头，给它盖上锅盖，让我来选择这个是对，第四个是蒸煮键，然后按开始，按预约定时就可以选了。这个时间呢，你可以自行选。早晨起来就有现成的吃，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？刚刚把这款锅呢也给大家介绍完了。总体来说呢，这款锅它在我们家的使用率很高。
功能齐全，用起来也非常的顺手。最主要的，它比起其他品牌的多功能料理锅呢，这个价格呢还是比较便宜、比较优惠的。所以蹦妈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，我也向这个店家申请了粉丝福利特惠价，原价是1299，报蹦妈爱厨房的名字呢，到手价是799。价格还是很优惠的，喜欢的朋友呢就可以进入蹦妈的个人主页，然后进入我的橱柜去购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